分数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，所有悲伤都能免疫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，不会再迟疑，彼此眼里交换勇气。不用，去帮他一下。哦，好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啊，在人工部工作会发生很多突发的状况，你要时时注意。你刚刚的表现是不合格的。是的，顾总，我下次会注意。处理干净，公司要时刻保持整洁。我跟顾总是不是相克啊？怎么走哪哪出事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胡佑，产品研发部的。是双娇。哎，吴宇，刚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人工清洁部的新同事，是双娇。双娇，这是技术部的同事，他叫吴宇。吴宇。人如其名，他一向都很无语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今天晚上搞不搞了？昨天没搞，今天一定得搞。双娇，那我今天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明天记得来找我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今晚搞卫生，可以试一下我们新研发的清洁产品。做你的室友简直是太幸福了。那是。顾总虽然怪怪的，但同事还真不错。陆贤，你要是现在跟我说你刚刚说的话都是骗我的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没有骗你，还是彻底了断吧。你，嘿，双娇，下班没喊我去接你啊？切，渣男，谁敢让你去接啊？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别的女孩从你家哭着出来，我这要是惹恼了其中哪一个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那有了新欢，不是应该忘记旧爱吗？你这什么渣男理论啊！我得让施俊杰离你远点，待会儿我就……双娇，你这是继承了叔叔的衣钵，去当清洁工了？我警告你啊，这件事情你敢让我爸或者施俊杰知道，我让你在整个小区身败名裂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，还跑人家里来了？师叔叫我来的呀。哎，双娇回来了。师叔，快快快，洗手吃饭了。真香啊。爸，咱们家吃饭干嘛带着他呀？不知道吃人的嘴短。今天是我们拿人家手短，收了费的。太香了，我一个人孤苦无依的，以后就来这儿搭伙了。来来来，常来常来。哼，每天找你的女孩不重样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孤苦无依？哎，快快快，把这个面给我捞出来。啊，除了交饭钱，
以后什么刷碗扫地的任务，我全承包了。哎，俊杰，吃饭了啊！来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陆浅哥，陆浅哥，啊，昨天你教我那招太管用了，今天考试果然中了。还有别的，先别听。真的？你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跟他学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。哎，来了，来来来，绿豆小龙虾。哎，爸，你这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啊？什么叫黑暗料理啊？哎，人家小鹿说了，这个绿豆啊，不仅解暑降温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哎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？我们一家人都被洗脑了。说什么呢？哎，乖乖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可以吧？来来来，你这两天工作很辛苦，嗯，你得多吃点啊。谢谢爸。你这做什么？你还没跟我说呢。爸，我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的工作，钱多活少，特别轻松，放心吧。您干的都是体力活，多补充点营养啊。体力活。做销售还有体力活啊？有的时候要出去跑跑业务，也挺费体力的。哦，哎，钱不够的话，新教材我就不买。想得美！好好高考，三模成绩快出来了吧？心里有点数。不吃了，学习去喽。吓唬谁呢？吃的比猪还多。据我所知啊，那个销售。是不是业务压力也挺大的？你是不是得天天去面对那些客户啊？安不安全？你要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说。其实啊，怎么了？这个菜有点咸了，是吗？啊，不咸呐。怎么好端端的会想起他来？这个是双脚，像一团怎么也清除不掉的细菌。但，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他在我身边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居然还会想起他，想要见他。昨天谁负责的？受不了了，什么味啊！快收拾一下啊！你们都谁去的？这下死定了！太臭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真是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哦，我之前买了一盒生蚝，然后落在这儿，忘了拿回家了，结果就坏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处理啊。哦，哇！你呀。下次必须得注意啊！好。时间证明，我的眼光还是没有错。你看看双脚干部，既麻利又干净，以后多学着点啊！是。不是。好多了。好了。双脚，你也太棒了吧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跟好像完全闻不到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味道还好吧。这还行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部门那些堆积的五星单子呀。就交给你去做得了。嗯，大家都不想做。我可以。啊？我真的可以。我没有嗅觉。那你之前吃卤肥肠还吃那么香？这样的人不适合留在公司。顾总好。对气味能做出敏感的判断，是作为一位清洁员工最基本的条件。
没有嗅觉同样也能做好清洁工作，就像我刚刚处理那些生蚝，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？一个没有嗅觉的人，只剩下视觉可以判断是否干净。就像刚刚那个生蚝，它虽然臭掉了，但是外观看起来是正常的。一个闻不到味道的清洁工，他要怎么分辨它是好的，还是坏的？你说没错，事情的判断固然重要，但是能够做到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处理这些垃圾，不是也很重要吗？是啊是啊，刚才多亏了双娇呢。是啊是啊，是双娇，你真的闻不到味道，没有嗅觉？是啊。好，公司服务大众的理念讲求的是诚信，员工和员工之间讲求的也是诚信。如果发现有人为了提高业绩而多接项目，做出一些欺骗隐瞒的事情，我也是不会纵容的。一经发现，立刻开除。好了，大家回去上班吧。好的，好，胡总，走走走走吧。顾总，再见。是双娇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看我怎么揭穿你的谎言！给您加餐呢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新员工的福利吗？少说话，多吃饭。什么呀？什么？哇！顾总，快走！太大了吧！这个是我刚刚从一个流浪汉脚上给他脱下来的，味道非常臭。好，庄娇，你新买的袜子掉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好吧？那个袜子掉在地板上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帮我丢掉吧。那不行，那多浪费。没关系，顾总，双娇，臭东西，香的你总顶不住了吧？你不是没有嗅觉吗？这下被我抓到了。我是没有嗅觉，可是我有胃口啊。但是在这么多料理里面，你偏偏选了最香的鸡腿。因为我真的很饿，而且我的胃口真的很大。你到底要整我到什么时候？最近不是太辛苦，谢谢顾总关心。那就好，不要太晚下班了。顾总，那我今天就先下班了。再见。你们
能闻到什么味道吗？嗯，好臭啊！不过他们人工清洁部就是这样，一身怪味。你掉马桶里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附近办点事，顺便来接你回家。嗯？不收费吧？双娇，你的鼻子真的没有问题吧？少废话。三级头。戴个头盔而已，有必要离那么近吗？还说要追我是怎么回事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谢谢你啊。那个，你们家有没有香水什么的？先去我家把衣服换了吧。啊？走。洗好再拿回去吧。那个，我衣服上面是因为沾了脏东西，并不是。公司的事我会替你保密，但你也不能逞强，知道吗？我算是知道你前女友为什么对你那么有执念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就像网上说的那种甘蔗男。吃进去是甜的，吐出来全是渣。甘蔗呢？双娇，你这夸人的方式有点刺耳吧？这个石双娇真是顽强，什么办法都用了，就是不中招。一会儿说追我，一会儿又上别人的车，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诗韵杰。你在哪儿呢？你是不是考试没考好，不敢回家啊？姐姐，我在上补习班。补习班？姐姐？顾总，你看一下这个。顾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等会儿吧。等会儿。等会儿。哦。这石双娇怎么打扫呢？这么马虎还敢下班？冬青，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回来重新打扫。什么情况？喂喂，双娇，我觉得情况好像不太妙。他说他人在哪？他说他在家。走吧。顾总，那个小区环境有些复杂，你的身体可能没法适应，我替你去吧。相信一点。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让开。怎么了？施俊杰这个小兔崽，肯定是考试没考好，还敢骗我说在上补习班。不会吧，马上要高考了，上补习班很正常。他要是没骗我，他会叫我姐姐吗？你慢点儿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那边有卖书包的，去看看。哎，老板，便宜卖了。你好，老板，这怎么卖？哎，好，这个花色不小姑娘，看看喜欢吗？喜欢给你拿一个，便宜点。要不一人拿一个。师傅，你这儿能贴膜吗？师傅，货买好了。啊，好。是俊杰。这颜色多正。你给我过来！
为什么在这儿打工啊？三模成绩下来了，我文科太差了，成绩还够不上二本线。与其啊随便去个学校混个文凭，还不如随便报个专科呢。我这也算是提前社会实践吧。那你就打算这么放弃了？你是个很聪明的小孩，你家里为了让你好好高考付出了多少啊？就拿你姐来说，她每天打那么多份工有多辛苦，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啊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是也是想早点替他们分担一下吗？那也得等高考以后。那不然这样吧，只要你好好学习，姐姐就答应你。朱姐，你帮我补习文科吧。可以啊。晚上想先从哪科开始补习啊？今天先休息，明天我来找你。是俊杰，你不回家在外面鬼混什么？他没有。你是不是要出去？不要生气，爸，你干嘛？不要生气，干嘛？他站那凶干什么？他真没干嘛。都是姐。哎，我你姐，小心。我他是出来约会的。啊？朱颜，世俊杰什么鬼样子我不知道，你能看得上他？你要是帮着他，真的跟我保证好了，会好好学习的，真的。他保证书都写上了，我亲自盯着他，真的啊。哎，双娇，你就放心吧，他真的答应我了，别这么生气嘛。哎呀，我们去吃饭嘛，我都饿了。叫你给惯的。又没惯他，你看你姐，脚都被你气塌了。你这脚怎么了？那怎么就磕这么严重啊？哎，啊！干什么？放下！别乱动！这么多人呢。你说你不小心摔瘫了，我是不是要照顾你一辈子？什么情况？他是不是打算给你做姐夫啊？我这么有魅力吗？一直看着我。少自恋了，谁看你？他俩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里简直是超级细菌培养皿。顾总，我们还是先回车上吧。上车吧。嗯。谁跟你上？这俩行不行啊？哎，你把袋子给我。嗯。阿姨，我给你拿了好多瓶子。你每天都把空瓶子给我留着。你真是一个好姑娘呀，谢谢。注意安全，过马路了。名片别忘了。开着车。顾总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去做什么？我家突然有点急事。东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那个电话不小心挂断了。你们两个怎么会亲自来这儿？不会是找我回去加班的吧？员工也是要休息的吧？就算是他领导，也不能这么压榨我姐啊！俊杰，你先回家。哎呀，你快跟我回去学习去！哎，走了，快点！我没说。我压榨你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不是，我弟他不懂事，他不会说话。你耽误这么多时间，是谁压榨谁啊？
行，那走吧。哎。你好，顾先生。陆显，你先走吧。我是双江的邻居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不要介意。这个是柯林志上的顾仁奇，顾先生，青年才俊，早听说过。您过奖了，陆先生。顾先生这么晚来找双娇，是关心员工，还是？你也听到他说的了，加班。顾总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吧。嗯。双娇的脚受伤了，恐怕不太方便。我很久没有这么热心的邻居了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顾先生公司经营的这么成功，想必和顾先生的拼命精神也分不开吧。不敢当，只是该完成的事情就是得完成，累坏了身体就得不偿失了。顾先生千万要注意啊。顾总，加班是不是有三倍工资啊？你脚不是受伤了吗？受伤就在家里好好休息，瞎跑什么？还有，不要在电话那头大吼大叫的。不是，不是他让我加班的吗？好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顾总，你最近对施双娇是不是有点过度关心？没有啊，我不关心她。当一个人过度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出于爱，就是出于恨。两者都不是，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。可是顾总，你最近的言行举止有点反常，尤其是对施双娇的事情上面，是不是？洁癖症加重了。梅花一帮你约的那个心理咨询师，你有跟他联系吗？你先好好开车吧，我有点累了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掌握不好力度，还是我来吧。早点痊愈，别影响工作。谢谢啊。你们那个顾总还挺关心你的。哪有，他就是个自大狂，加神经病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……进展到哪步了？每天穿着一个小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我听听。一天要洗800遍手，也不怕把皮给搓掉。然后还老是有事没事的时候戴着一个手套，我怀疑他自己不开车的原因啊，就是怕别人把他当成专车司机了。最近更夸张，我就随口一说我没有嗅觉，他死咬着这点不放，走到哪儿都让我闻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莫名其妙。他干嘛啊？搞针对啊？我不就想多赚点钱吗？真是！啊啊啊！痛痛痛！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个？我自己来吧。所以，你觉得是他帅，还是我帅？这什么鬼问题？终于进入正题了。我投陆显哥一票。你仔细看看我。帅有什么用啊？你是忘了那些从你家哭着出来的小姐姐吧？你呀，你就是个渣男。什么呀？那都是我的普通朋友，我可不渣。其实要划分起来，我应该属于暖男范畴。少来这套，我可没那么容易被骗。你知道吧？渣男和暖男也就一线之隔。我本来已经习惯独来独往了，一直以来也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
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特别的关注他。但他这个人呢，生活习惯还有周围的环境都不算太好，但我也都可以忍受，就一直想要接近他。你说的那个女孩很邋遢？就不太精致吧。接近以后呢？也不算太好，常常会梦到她，就噩梦。顾先生，根据你的描述，我建议您有意识地克制这种接触。您长久以来，无论是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，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，但同时也很脆弱。如果忽然在短时间内接触过于刺激的人或事，可能会对于您的病症造成极强的反弹效果。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是的，顾先生，而且我觉得你的洁癖症已经必须进行干预治疗了，否则会影响你今后的生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当一个人过度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出于爱，就是出于恨。注意点的真的是。倩姐，早。有马克是吗？啊，是我来。我刚看休息室打扫好了，要不咱们坐下聊。好，来。今天是科林至上打扫的吗？应该是的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个客户呢，他需要找一个比较接地气又有吃播经验的人来展示产品。之前订的那个主播他临时出了点问题。我听说你刚对接了很多不错的模特，有没有适合的？是的，您的订单已经在做了啊。没错，是这个月一定能过去。是的，给我递个抹布。那个 U 盘借我一下，拿过来。对对，就是这个，行，放这儿了啊。好嘞。顾总，你是在找双娇吗？没有啊。你早上不是还买这个止痛贴布，不是要给双娇的吗？是啊，我是作为一个领导体恤员工，怕他因为身体状况影响了工作。哦。顾总公司的清扫工作真是专业，新的办公室被收拾得特别干净。顾总能否商量一起吃个饭，让我当面答谢一下？哎，金叔，哎，国运娱乐的单子，你是派人工部去的吗？啊，对，智能部那边啊满负荷了，所以那派谁去的？王姐、小刘，还有双娇。顾总，您是担心双娇培训？我担心她干嘛呀？我出去一下。你这个是要给双娇的吗？送你了。这些要求呢，之前朱莉姐姐都跟我说过了，我这里绝对靠谱，你放心吧。但是因为事出突然，我需要点时间做准备。不好意思，我拿一下消毒水。哎，双娇，帮我个忙，拜托了。啊，学长，我还有事儿。倩姐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这我一学妹，听话又能吃苦。我们之前呢直播过一个卤肥肠，效果是特别的好。我觉得挺有观众缘的，你带他去准备一下吧。哎，好，我还有工作，我没空，我走了。等我一下。双娇，你站住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有工作，我没时间帮你。现在不会有，以后更不会有。工作？打扫卫生啊？啊？你好歹是大学毕业的，你别这么自甘堕落好不好？你知道刚刚那个汪倩倩吗？她在节目里人气很高。你只要听我的话去露一个脸，你就火了。双娇，你等一下，学长以前没少给你介绍过工作吧？你不能这样忘恩负义，见死不救啊！刘马克，我麻烦你听好了，你以前是给我介绍过不少工作，我很感激你，但你私下也没少抽成。学长，我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真的没法帮你，而且我想告诉你，
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。上轿，上轿。喂，是我，今天有空吗？哎，我有个急活，今天就要人。哎，别说那学妹了，像个疯子似的咬人呢。是啊，根本就喂不熟啊，所以我需要你嘛，你人甜心又美的，你帮帮我。喂，你听到吗？你干嘛呢？啊？这里面有脏东西，你看不见吗？顾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好。请。稍等一下。好。不，他是不是就你之前说的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行，我知道。哇，俊男美女啊！就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学妹，我给她几百块钱的报酬已经不错了。小姑娘不会是喜欢你吧？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她啊？她连捡垃圾的活都干。哎，双娇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那边都弄好了吗？都弄好了，弄好了，让对方负责人验收一下。你去一趟吧。我这就去。双娇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来找负责人签收的。学妹，你就帮学长一个忙嘛。你放开！谈好了吗？啊，都谈好了。放心吧，千金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顾总你好，人工部刚刚结束工作，王大姐叫我过来找负责人验收。刚刚辛苦你了，打扫得很干净。刘马克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知道我学妹到科林至上工作了嘛，我们之前也常合作，都谈好了，没事了。而且啊，倩倩姐的节目加上顾总的员工，哇，那合作起来真是强上加强，亲上加亲。是这样的，顾总，我们公司呢的确有一个很着急的广告，想要跟你借一下员工，不知道是否方便。都说好了吗？你好像还没有说服他吧？说句话，双娇，装什么哑巴你？上一秒的冷眼相对，谁想过会成为同类？想卸下防备的滋味，不再伪装心里的软肋。人群中的勇敢，我从来不会阻止我员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，所以你们也一样。说服不了他，那就没有资格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，因为我才是他的领导。哪怕你沉默不说，去体会，拥抱世界的不完美，勇敢敞开心扉，去逃离黑暗的包围。想和你去体会，绚烂满天烟火，你脚不是受伤了吗？为什么还跟人工部来国运娱乐？我脚已经好了，顾总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在外面接私活。虽然我可能以前会同时打好几份工，但是自从我来公司之后，我真对公司忠心耿耿。我除了公司里的工作以外，我没有干过别的工作。顾总，顾总你别激动啊，你这是很危险的。
向现实加速，选择怀揣心跳，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，命运不修边幅，生活局促，我的梦该如何做到？迷茫灰暗总是想把时光再次找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，成长就是找回宁静的地方，开启新的美好。时光微妙的滴答，改变彼此的牵挂，不再执着与害怕，拥抱的心灵时差，幸福莫名的倾洒，开启新的钥匙吧，回忆拥有的回答，惺惺相惜的出发。现实加速，选择怀揣心跳，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，命运不修边幅，生活局促，我的梦该如何做到？迷茫灰暗总是想把时光再次跳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，成长就是找吧。